珍在《市民》中提到，王不留行能让产妇乳汁长流，即使是帝王也不能使其停留。杜仲就是黑黑的一片一片，那折断它会有丝的。其实杜仲它有强腰膝的一个效果，所以这个部分杜仲或是续断，它刚好就可以帮助我们子宫韧带的一个修复。让我们一起看中医，守护您的健康。